这些人怎么指名道姓冲着关主任呢？嗨，搞错人了呗！这都能搞错？这些人才不管手术是谁做的呢，就是为了钱。只要能要到钱，闹谁不知道？是吧？行，先歇一会儿。 写写写写都是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死者怎么写成关继周了？不是，什么不是？关继周是害死人命的医生，被害死的是大姨。大姨叫……哎，大姨叫什么来着？嗨，你甭管叫什么了，你就写大姨大人千古吧。啊，写大姨。老杨。 哦，对不起啊，吓你一跳。杨桃都念叨你两三天了，你……啊，回去一趟，拿这些东西交给你。给我？啊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杨桃的。跟你说个实话，这娃呀，是8年前我在垃圾箱旁边拾到的。当时啊，他就抱在这个小褥子里头。 冻得跟个小老头似的，身上呢还有这个小银锁和这封信。说实话，我没上过几天学，不识几个字儿。这封信拿出来看了好几回啊，都给放回去了。心想啊，等娃长大了，让他念给我听，这上面到底写的是啥？他爹妈。 咋就这么狠心，把这娃给扔了呢？孩子为什么没有户口？因为我十几年前啊，村里为了坟地的事儿，把老婆跟村长打起来了。结果呢，吃了亏，回家想不开，就喝药死了。我一下子气急了眼，就一把火把村长家给烧了。 跑出来之后啊，我就没敢再回去。我也想回去自首，可是自打捡了杨桃之后啊，我怕我进去了，这娃没人管了。这几年啊，我一直都在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。哎，就这两天啊，还就找到了一户，人家呢两口子不生育。 又有文化，哎呀，我也该回去自首了，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这下好了，娃也大了，该有个名儿，有个姓，去上学了。孩子马上就出院了，你还是陪到他康复吧。住院费，你不用担心，我都先交上了。哎。 你就不怕？我这是骗你啊！老杨，我是个医生，我只对病人的健康负责。杨桃很想你，赶紧去看看他。谢谢你了啊，大夫。快去吧。哎，那我走了。 想被熏死的话，就赶紧戴上。一个够了，三个。为什么要戴三个口罩？三个，我这戴三个我还闻得见呢。你怎么了？感冒了？说话怎么这声啊？哎呀，你要戴上三个口罩，你说话也这个声，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边有人管没人管呢？嗯，太不像话了，这个关主任，关继周，主任被院长叫到办公室去了。 你戴上。
孙主任，从整个手术流程来看，高小涵医生的手术并不存在失误。当然了，这医生也不可能保证每次手术都会成功，何况这次是比较有风险的手术。汪医生，希望你能端正你的心态，不要受干扰。啊，是不受干扰。这个全世界哪都有医疗纠纷，但是医生对患者的治疗不应该受影响，我就不受影响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你是不受影响了，可这味儿都传到我们楼上了，闹得病人投诉我们。是呀，我们给病人点完鼻通，病人的鼻子通气了，闻了闻味啊之后，非让我们把他的鼻子再给堵上，还笑？这有什么可笑？这是来者不善，我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哎，我这个微博应该怎么发呀？会不会激化矛盾呢？哎，沙妮，啊，想干嘛？这什么呀？接着搬，主任办公室待不下去了。这往哪儿搬啊？收拾先放到储藏室。哎，那边可靠厕所呀。哎，那怎么办？总比往尸臭强吧。哎，那小同志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姜老师在吗？姜老师？哪个姜老师？就那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？什么味儿这是？坏老头，值班表。给。啊。小桃子。嗯。结婚了没有？哎，男朋友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跟谁结呀？哎呦。嗯。这事儿可得抓紧。嗯。可我跟你说啊。男人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，就是耍流氓。哎呦，耍流氓！刚才谁耍流氓来着？哎，这还不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冰心也说过，缘分这东西啊，不能找，得等。啊，周头，今天啥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小桃子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来见我。这是男厕所，你跑这来干什么？哎，你刚才在院长办公室跟他说什么？你想让我跟他说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跟他说咱俩的事儿。那咱俩之间算什么？对不起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是说，你说什么？算什么？请你不要伤害他。咱们俩的事儿。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由我来告诉他。你听我说，我会对我自己的感情负责的。我爱你。you
别跑，别跑。妈妈，哎，琪琪，你怎么来了？爸爸带我来的。琪琪，哎，我说你就不能给孩子买点饮料喝啊？西西，待会儿妈妈带你买饮料去啊。我说你别老给孩子喝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好不好？那里头化学成分太多，添加剂太多，其实喝白开水是最健康最安全的，是您的最佳选择。你是不是保险卖的太多了啊？满嘴广告词儿。你好你好你好，你白天晚上你都在医院待着，你不是上班就是加班，孩子你管不管？不是你天天的往外跑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可我没耽误带孩子呀，你们医院附近有好多我的客户，我带着西西在这一转，顺便把工作全给干了。陈老板，你就是在家待不住。我在家待着谁给钱的？哎，你的意思是我耽误你挣钱了？我在家待着。不是你的意思是我耽误你挣钱了？那我不让你挣钱了，我干了啊！这照片好，发到网上就叫“美女护士长怒斥无聊医闹”。谁医闹？你别开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来来。这玩笑开不得，开不得！我们可是保监会批准的正规保险公司，我见客户都得带着岗位证书的。你把照片往网上一发，那网友一人肉，那不就把我的保险公号给人肉出来了吗？你这不是给我们保险公司脸上抹黑吗？哎呦，怕抹黑呀？那就表示表示呗。要这样吧，你呢，先把照片删了。然后呢，我请你做我的经纪人。我们华夏保险推出了重大疾病二次赔付业务，你只需要在你们的医护微博群上煽火煽火，赚了钱有你的提成哦。有提成啊？提成比例嘛，28%37%可以吧？你只要让这些客户啊，到银行直接买南山松产品。交10年，可以受益20年。20年的话呢？哎，你怎么胳膊肉往外拐？经纪人就我当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当经纪人助理，我只要一盒彩色画笔。哎，这真不愧是我姑娘。哎呀，坤儿哥，你这保险事业有接班人了。可不嘛，你说话都押韵呢。请问？你们哪位是领导啊？领导，我就是护士长，你说吧。我想问一下周兴国的病情。走，我带你找去。没有没有。如果今天你下班早的话呢，咱们仨人外边吃个饭呗。吃完饭以后呢，你们俩先回去。啊？不是，我去见两个客户，很快。估计11:30怎么也到家了。你一十一点，别生气嘛！你听我解释，这客户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生气，小明，小明。哎呀，行了。就是。好臭！爸爸，爸爸，这里好臭呀！咱们走吧。走。护士，你好，我找一下江浩然，江大夫。哦，江大夫啊，你说江胖子呀？他跟车出去了。啊，我们办公室正装修呢。啊，哎，这位就是周兴国的接诊大夫。大夫，你好。我想了解一下周兴国的病情。周兴国81岁，患胰腺癌6年，腹水半年。我听我女儿说，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是不是他没多少日子了？是的，胰腺癌晚期，已经多次抢救了。你认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前妻。我们已经离婚30年了。
我操！哎呀，不知道啊，我没有罪，我没有什么交代的。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方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抢救她的。我不是反革命，怎么样？我就是革命者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罪。三十年不见了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不能乱花钱啊！进入高堂。谷氨酸钠精氨酸各2支，入500升盐水，70白醋灌肠。降血胺，白醋灌肠。我那个大夫解释一下，咱们这情况特殊啊，直接转过去，多说点好话。啊，知道了，苏大夫。看你光瞧好了。找他干啥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知道我说的什么事儿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从早上起来调解到现在，2000万人家是不要了，改200万，200万也不可能啊！凭什么呀？啊？哎呦！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治疗手术没有任何失误，患者死亡不属于医疗事故。那不就完了？哎，可是他们不相信呢，他们不相信这个鉴定结果，认为鉴定小组偏袒咱们医院。那这就没办法，要求鉴定的也是他们，鉴定结果出来他说是假的也是他们，这不变成一个常常叼着自己尾巴转圈的问题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汪小涵，有没有什么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之前倒是跟我说过，他说既然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他没有任何过错，那他一分钱也不赔。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对什么对呀？对对也不能这么说，你万一让他们知道了，那些人已经闹成这样了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哎呀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汪小涵了。你见着他一定提醒他，让他留点神，千万千万要小心啊，别把这个事情再弄大了。你自己也小心点，我和那帮人也冲你来的。我会的。护士，通知一下周兴国的家属。啊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哎呀，老爷子随时有生命危险，得让家属签个字。我签。哎，阿姨，对不起，您不能给我签字。家属，这得家属签字，要不然您通知儿女过来一趟。我怎么就不是家属了呢？今天我过来，孩子们不知道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。非得有那个证才能给他做主吗？阿姨，那您跟老爷子为什么离婚呀？嗨，别提了。来，慢点。
压九十六十，脉搏一百二。黄蓉开车撞到了楼的拐角处，全身多处骨折，伴有软组织损伤，最严重的是腰椎损伤，下肢完全没有知觉，怀疑血气胸，意识还算清楚，但是不能说话。黄蓉，黄蓉，听见我说话吗？坚持啊，到医院了，坚持住啊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稍后再拨。王蓉，坚持住啊！王蓉，坚持住，准备过程，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穿出监护，长方胸片准备胸腔穿刺。长方胸片准备穿刺。他两个静脉通路，静脉通路。术前准备，术前准备。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，王蓉。放上补液，180毫克多巴胺加到500毫升生理盐水中快速静滴。多巴胺180毫克加入500毫升生理盐水，快速静滴。根据血压调整滴数。根据血压调整滴数。稽查血型、血常规、血气分析、电解质。稽查血常规、血型、电解质、血气分析。抽交叉配血血样，申请输血。抽交叉配血血样，申请输血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做胸腔穿刺准备。哎，他醒了。王蓉，王蓉，我们一起努力啊！不怕，不怕。是钱包吗？电话。别担心，这人生啊，就像打电话，不是你先挂，就是我先挂。最好啊，是我不挂，嘿嘿，你也不挂，嘿嘿。老爷子还挺想得开的。哎，到我这岁数啊，就剩下得想得开了。我所以能活到现在的秘诀就是，当命运扼住我的喉咙的时候，我就使劲隔着他的嘎吱窝。哎呀，都死到临头了还那么拼。哦，你来了，你说我什么话呀？我从头到脚都觉得那么舒坦。什么？给人留下私人空间？谢谢。还那么漂亮。
老婆，老婆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说句话呀！啊，早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，啊，早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站着？怎么不抢救啊？怎么不管他了？啊，好，先生，请您冷静，你说句话呀！哎，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爸爸，哎，那里边人怎么了？死了。这么快，说没就没了，爸，这太正常了。还正常？我说你刚当了几天大夫，就变得这么麻木了？不是麻木，爸，这个危重病人的抢救不是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的，只要习惯了就好了。爸，您一个人来的？啊，您带着病人呢，要不要我？啊，不必了。我这次来呢，不是来看病的，我是专门来看你的。看我？不是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这忙着呢。我知道你忙，天天忙。你看，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都不接；我又发了几个短信。你看那边的饭店我都订好了，晚上咱们爷俩呀，哎，要不叫上你的同事，咱们晚上吃个饭。爸，您就甭等我了，我这要是赶上抢救啊，指不定什么时候了，您自个儿吃吧。啊，那再忙那也得有个下班的时间呢，甭管多晚我都等着你。哎爸，爸，我咱爸真来了。嗯，来，县长来视察工作了。没掉链子吧？哎呀，糟了，忘了尊重你了。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帮您找医院领导解决。麻烦您把手从我肩膀上拿起，我这样，我这样很不舒服。您的颈椎实在是太僵硬了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是？您不记得我了？我是梁子的小梁啊。梁子的小梁，啊，梁子足疗、保健、按摩，我是总店的高级技师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时间去按摩。不是您去做按摩，是一年前呀，您救了我的儿子和我媳妇儿。今天我媳妇带着我儿子到儿科来复查，我特意过来看看您。啊，本来想把孩子也抱过来让您看看。但是我听说您这儿的空气实在是太不好了。是是是，我们这儿是出了点状况。那个，不过实在抱歉哈，我那个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。哎，理解理解，您这一天到晚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是是是，病人太多了。但是，我儿子您应该记得呀，就我儿子，早产，生下来才三斤多一点儿。跟小猫似的啊！您看看，您想得起来吗？啊，这就是你儿子是吧？啊！不，我真不记得了。当然，小孩一天一个样，你说你
看这大胖小子哪想起，当时是三斤多哈、啊，真是，真壮实，随你，真好。得，苏大夫，啊，您呀、啊，您忙着啊，我得去接他们娘俩了。哦哦，快去快去。以后我会抽时间，定期过来给您按脖子。您的脖子实在是太僵硬了，一定有问题，是吧？得经常做按摩啊，谢谢。做按摩，谢谢。哎，照片照片。这是特意给您送过来的啊！您是他的救命恩人啊！再见，苏大夫。哎哎哎！再见。慢走啊！再见。哎。孩子们都大了，就没什么惦记的了。是啊。嗯。好就好在孩子们懂事。是。俩人手拉一块儿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新奇的？人家俩人离婚的时候，岁数加一块儿都快七八十岁了。哎呀，新鲜的不是拉手，是他俩恩爱的样子。啊，你说他们当初为什么离婚啊？我听老爷子说啊，这俩人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在战场上认识的，婚后还生了四个孩子。这阿姨啊，为人正派，性格倔强，就跟我这性儿一样左，就受不了老爷子呀每天乱开玩笑。哎，我听说啊，他们俩最关键的是一直分居两地，等把四个孩子扶持长大了，都成家立业了才离的婚。你说你们这些已婚的人啊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说最贫困动荡的日子你们在一起，说现在日子好过了吧又分手，你这让我们这些光棍情何以堪啊。胡市长说你呢。说我干嘛呀？哎，我们家那方坤跟人家这走。你没什么大病吧？挺好，我挺好的。这我就放心，你还来看我，我心里高兴啊。嗨，别提这个了。这个，这是咱们结婚的时候咱妈送给我的结婚礼物。你一直待着。嗨，这不换了手指头吗？对了，换回来。你胡市长。哎，方阿姨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想留下来陪伴老周。啊，咱们 EICU 每天两个小时探视时间，您都可以来。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想以家属的身份陪伴他。家属？我们俩商量了，我们要复婚。啊？我知道他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恐怕再也不会从这儿出去了，所以我想请你们帮个忙，行吗？行。我们怎么帮忙？听说车祸那个女的最后还是咽气了。哎，康师傅，下周六你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参加我的婚礼。谁？你？你要结婚了？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呀？嘿。请问是你们接我老婆来的医院吗？我老婆叫王蓉，在邮电大楼那边出的车祸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请问你们看见我老婆手机了吗？手机？她什么东西都在，就手机不见了。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去邮电大楼那边，她临死前都跟谁联系过？是我跟车去的，但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手机。我也没听到有人捡过手机。那就更奇怪了。那出车祸人是你们去抢救的，那手机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没了呢？
那您去问问抢救的医生和护士，没准他们知道。对，那好吧，那谢谢啊。你这丫头可以啊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终身大事搞定了，而且现在没人知道新郎官是谁。阿姨，别难过了。走吧，准备好了。怎么了，阿姨？你怎么了？老爷子刚才又疼起来了，就冲阿姨嚷嚷了两句。哎呀，阿姨，这个病啊，疼起来特别难受。他都已经算是坚强的了，您别因为他给你嚷嚷两句，心里难受啊。我不是自己难过，我是心疼他。我太了解他。年轻的时候什么苦没受过，不是都顶过来了吗？你看他现在这么嚷嚷，那肯定是太难过了。我真后悔，我为什么不早点过来照顾他。不晚不晚，阿姨，你看你们俩都分开30多年了，但是我们都能看出来你们俩心里边都记挂着彼此呢。姑娘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过越后悔。你说当初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要闹到离婚呢？哎呦，老太婆，老太婆你在哪儿啊？哎呦，你看老小孩似的离不开我，我得去了。怎么样？啊？孩子他妈，别生我的气啊！你要生我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人的气，那就是拿我的无知惩罚你自己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是跟你撒娇呢，德拉嘎呀，亲爱的。我看你啊，得在你的骨灰盒里装一个话筒，让你说个够。说好了，记住了吗？不许关话筒。你看，阿姨，同样的话我跟我老公也说过。所以说男人啊，只有变老没有长大。是是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都是给你的。没关系，就算你是给我的，我在这种环境下也吃不下去。这把你娇气的，习惯了。我们俩谁有空谁打饭。哦，他还没散会。这不那家人要鉴定结果吗？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他们又不认。哎呀，正在讨价还价，估计咱们也得赔点。没有过错也得赔，这惯出毛病了。现在大家都成惊弓之鸟了。哦，对了。关机说刚才让我提醒你加强防范意识，注意自身安全。谢谢。哪有那么邪乎？怎么没那么邪乎？就刚才我就站这儿，就进来一人拍我后脖梗子，把我吓的。后来我一看才知道，原来是人家患者家属来感谢我曾经救过他儿子，但是他不知道当时一拍我把我吓的。哎呦，我真的吓了一大跳。那可不。哇，你胆子有那么小啊？不是这。要是你胆子那么小，你敢半夜三更的回到105宿舍去拿行李啊？说什么呢你？讨厌，不行！
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哎呀，你能不能换个口头语儿啊？我郑重宣布啊，第一，今天下午第一抢救室2点到3点有病人占用；第二，无论二位有多忙，下午2点半请到第一抢救室。干嘛呀？婚礼。婚礼。啊？轻柔的手指抚摸我，给我安慰，温存的眼神俯视我，给我关怀，是